来到第三层的北里棒棒桥，会当看到桥墩已经放架翘起来，而且桥边的护栏甲路面，放架剩一台车会当通过。嘛，看到原本修起来不是经界线，是已经无保护的作用，让这条道路是充满真大的危险。都那有在争取啊，都争取到今都还袂创呢。啊，这都大危险啊！这都规个都翘起来啊！这也无创梯啊，无创啥，都害到了呀！哎，惊讲无水就弄起无？水咯，水这安尼要弄起是较恶啦，是惊涂骹水过怪吼，规个都弄车落啊啦。这条通往下边一带植物园的下边路，除了当地居民在行，下边里顶嘛标示，前往植物园的游览车大部分拢是使用这条道路，但放弃的所在造成游览车无得通过。另外，防滑的问题，开车民众一无注意就冲出路面。有这个吼，这个我觉这个吼，算讲真正危险吼，人暗时啦，机车啦，还是讲车吼，雄雄都入来，哎，会使讲真危险安尼吼，有当那要骑铁马全弄对遐落啊，这也是会啊。为今年八月，台面风台派去较大，一起拢无修复的动作。因主南投管理员蔡宜洲特别邀请管务干部处再次会勘，希望管务赶紧就动路修复。这个所在是通往下边镇，啊，甲这个台大实验林的重要的一个路口。啊，这对台面风灾吼较大，已经几啊个月啊。啊，希望吼、我们地方政府啊能够吼、尽速的啊把这个吼、灾修的工程。啊，尽速的来把它做好，啊，让这个两岸的这些居民哦，包括游客都能够有一个哦安全既方便的一个道路。其实已经准了，我们设计好了，哎，准备要发包了。棒北桥是下北里通往一个植物园的重要路口，为着出入民众的安全，工作人员嘛赶到现场，就紧个线重新绕起来。管府干部处进一步表示，接收工程已经准备发包，预计伫过年了后就会当完工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